我上来我就给这猴一嘴巴子，我上来我直接啪嚓上去一个 Q。我给你一拳，这猴居然是学的 Q。哇！重拳出击，啪啪啪！哎呦，我好闪啊，好闪，猴哥！这一看，这就不是粉丝儿啊！我给你一拳，啪啪啪！完了！我让双手替我发言。拉了。你还敢回头？这怎么办？摄像头没调过来，啊，来吧。我们开始行动吧。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可以啊，大卫，大卫行不行？这大卫，约个打吧呢。进草丛蓄力抠。好爽，爽吗？那肯定爽啊，这打击感。完了。在他们身上打刀痕。谁需要来一记重拳？一会儿我们就能秒人了。哎，对了，最近要出个新英雄啊，新英雄名字叫德赛。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会知道是谁打的。进草丛蓄力，嗨！跑这么远，这猴变形猴，我这怎么打我们都不疼呢？发什么问号？马上都那啥了，马上都那个视频都出来了，给你看一会儿啊。那猴三级，哎，好有根！你又来了，小鹿。先把跳弹打了，来插个眼儿。我重拳出击，啪啪啪！要你看看我的虚区，来插个眼儿，不会又有人要来吧，姐妹？啊，姐妹什么意思？沙米拉，
等个皮孩。我让双手替我发言。天霸横空裂轰。这不星石，不星石，这大卫的出三项啊！我可不需要计划。猴！一个老猴！你过来，来老猴，我打你一下子。现在负什么？这是一个问题。负E的话，伤害可以变三十，法力消耗充能时间。负W可以达最大生命值，攻击速度。加的都不少啊。没关系，我这EW的对点不行。你干什么来了？可恶的小鹿，又是你！其实点个 E 级 E 好一点，这个 E 技能伤害加挺多，加二十点。带个扫描吧。十秒到，好像不应该点跑快快。好，如果碰壁了，就用力碰穿。猴还敢不动？猴，哇！重拳出击，啪啪啪，起飞。猴还敢在底下不动，我给你个爆破。那小鹿还敢不敢来？我发现你是真不怕死，我给你个这把。还敢来？他们到死的时候都不会知道是谁打的。萨米拉咱就不上了，那咋那么多人呢？这英雄还出点啥？谢手。啊，我自己就是后援。那来个谢手。谢手。后边的装备也没说出啥，随便出吧。我让双手替我发言。出穿甲也行，其实。嘿，我老猴，我看见马走了，吃我一拳！
以后你们的天赋要不会点，你就上那 OP 点 GG 上面瞅去。当然你只是借鉴一下啊，也不能说他就一定对，这玩意儿都得看自己。那德赛天那么大烟味儿，那德赛还都全部都带那皮鞋加饼干，我不抠你吗老猴，往哪走 AE 我上了，嘿也没打着，那算了，咬你一命。我在清兵，你在干什么？你在干什么老猴？走，把沙米拉杀了去。好像不用我们，小鹿来了也不好使，没有用，他打不过我们，现在我们已经无敌了，没有人能扛得住我三拳，你我跟你说没有人能扛得住我三拳，为什么不听，为什么非得要野我，这猴都不用管了，那打人都不掉血，管他，给你一拳，回家卸手了。哪有 Q 闪呢？这位置英雄不让 Q 闪。当然你可以蓄力然后闪现放扣，这样我应该出黑切的，其实这个冷却有点问题，冷却不够，谢谢 GUV 蓄力闪，本来就是蓄力闪嘛，就是你要摁一下 Q 再闪那不行，我给你一拳跑，我看你往哪跑，你敢回头吗，你给我下来，扫一下这猴，这猴可能要闪啊，我给你一拳，我等的就是你闪现老猴，哎有蓝 buff， 给个蓝给个蓝，来吧，把二塔拆了，为什么要野我，为什么要野我，为什么，为什么给我杀，溜了溜了，为什么要野我，为什么再瞅我啊，我咬你一命，猴值钱了，可以啊，等一会儿啊，我们直接要后杀 ADC 起飞 A 再 A 再 A 扣一下，头值钱了，居然有300块钱，不可思议，
其实这女权呢，出穿甲的也厉害，出穿甲基本上见面那人就死了。再见。老猴还敢瞅，W 自带穿甲，不是 W 五抠啊，救救救救救，哎呦，收集者吗？没有收集者蓄蓄这么高，我的卡莎其实是没什么装备，打我这么痛，我都五毛，拉克斯应该死不了，我直接整个大穿甲。调着，上路收兵，感觉蓝不太够用啊，应该那应该出那啥，那应该出。出魔切，现在只要在我屏幕之中出现的人，那么这个人就已经死了啊。我们在这等会儿人啊，看看几个人。我说了，在我屏幕之中出现，对不起，你已经死了，我锤你的奶，还丑，挺猖狂啊，你挺猖狂啊啊，卡莎挺狂妄啊，这不杀是不行了，我一瞅虽然我们不是那么特别赚啊，杀他其实不是很赚，出个黑切吧，不出黑切，有没有加点捡息地还加点穿甲的装备，幽梦之灵不加捡息地，幽梦之灵出一个收集者，黑切，黑切那不是穿甲，黑切那是减护甲，那不一样，这是护甲削减，我们打个大龙吧，哎，我按错了，你挺狂啊，我发现呢，卡莎，哎，啪啪，哪来个猴，啪，这怎么回事，这是
但是虽然我死了，我为剑圣创造了聚居环境，给我杀剑圣！剑圣砍了个假头。漂亮，我要出破盾者，剑圣啥也不是，那剑圣盾弓确实啥也不是，剑圣要刚才那是德克萨斯木印就都收了。好像不应该出破盾，应该出穿甲，不是穿甲呀，应该出那个重伤。有奶妈吗？你个猴，往哪走猴？我先撤一手，不跟你们玩了。老要留我不玩了，一整就四五个人，不去了，去打大龙。二十秒有大，有时需要亲手弄出一扇门。玩含羞蓓蕾赫卡里姆，含羞蓓蕾不应该叫什么玩意儿？哦，卡莎，给我拿下！哎呀！啊，叫莉莉亚，这玩意儿没有用，换一个吧。那含羞蓓蕾伤害不够，你看，比如说我们玩个这大卫，扣过去一下、两下、三下接个大死，